香港土地问题会点影响两性关系和然下一代？土地短缺，用地不足，生活空间挤迫，上车难，上床更难，住屋需求大，性需求更大。正所谓，就算我哋要嘅，我哋都搵唔到房。一个二个兴合合，可惜冇得出又冇得入。要解決性慾，真係要就地正法。全日情侶診所，2月24號晚11點，Bill TV。